抱歉，有一年都还没有回来。这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师尊呐、啊，回台湾，那66岁回台湾，是真实的。因为很多年前我就讲了，66岁你就摇着金门，66岁你就可以回来。这不是我今年才讲的，我讲了5、6年都有啊。每一次都跟大家讲说66岁就可以回来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？希望你们呐、啊，这个帮助师尊早一点成就吧。那么讲到最后66岁，哎，原来不是回马哈双人子，是回台湾。这一次果然就回来，果然有很多的时间跟大家啊共同相聚在一起。从你要是金母讲的话，很多人讲的话跟现在都是互相可以印证的，这是非常真实。他讲莲花童子，我就看到莲花童子，我就看到马哈双莲池的净土。他讲66岁就可以回来，哎，真的就回来。那么还有一点，我去朝天宫完了以后啊，车子从这个北港回到台中，半路上我看到千里眼跟顺风的相送啊，一直送。我想千里眼跟顺风耳送我们回来啊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么那天晚上我们又到鹿港，啊，去吃鹅啊，鹅啊米线，还有这个啊鹅啊煎啊，还有黑糕，还有这个。鹅啊说，还有这个鹅啊饼，鹅啊饼，鹅啊火腿啦，鹅啊饼，火腿，吃完了，出门，真的看到千里眼跟顺风耳，两尊在那边摇，真的。这是真实的看见相应的无形的也相送，有形的也相送。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，所以大家要认识这个真，这个真实的这个真理。我们今天呢、啊的修行是非常真实的，那么相应也是非常真实的啊！大家修真佛密法是非常真实的，那我相信大家只要依照真佛密法的妥觉，那么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有成就，都会有成就。啊，刚刚已经听莲音上师讲过了，这个宝鹅堂的地理有多么好，这个是天上人间呢、啊，很非常稀有的。非常殊胜的，那么还没有盖完成，我们祝福这个宝鹅堂很快的这个圆满啊，达成这个。
第一次来啊，我记得这边有一家，有一户人家。哦，有姓什么？黄宏，黄宏，宏，宏武的宏。挺有啊，便宜啊，没有三点水，没有三点水，姓宏。我就指着那一户人家，说那一户人家啊，出来的子女会非常好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是的。我就指着那一户人家说，这一户人家所出的子女会非常好。那么他们就讲说，哎，那一户人家呢，出的子女都是法官。全部都是法官，这个法官呢、啊、跟师尊这个法官呢、啊、同音同义啊，同音同义啊。你要晓得法罗堂啊，这边将来的人才济济啊，人才济济。将来一样会出法官呐、啊！带着这个法官的法王啊，说不定就在这里出生了。所以你们啊，要这个把握机会，这个争产报国。多出几个法官，法王啊，因为那边也出法官嘛，我们这里也应该出法官嘛，住那边的也应该要出法官嘛，这个三官大帝都在这里。好山好水啊，苗栗啊，好山好水。这个祝福这个法罗堂，这个法的声音呢、啊、偏响。那么佛的声音呢、啊、响亮。啊，阿弥陀佛。